但是在15轮以前的话，到火车站去的那个心情就是，要赶快把上车、把票买到上车，能够出去找一份像我们那个做我们的航空做的嘛，能够多挣一天钱了，找一个好的工作。95年的时候，心情还是紧张，是有点紧张噻。第一次出去那时候啊，我硬是说，那时候因为我的孩子一岁了，我是调着眼泪出去。 硬是也是不想走，那是没得法的情况下也就走的还是。最后一次巴士，还也是在我妈妈下面，还是在我在她外婆屋头，还是我嫂子他们去叫我。哎呀，他说还是把，他说还是把我的女儿叫弟先噻。他还是不想你请带大点儿车出去嘛。哎呀，我也没有答应，我也没有说要得，也没说不得，我还是就跟着他爸爸一起走了。意思就是嘛哈，生不求近，生活。 说骗嘛那种嘛，出来了每次像我爸爸他们打电话，写信了，没收到一封信，我因为我爱哭，我眼神很浅，我很希望哭。每次收到我爸爸他们的信，我都会掉眼泪，那一顿饭至少收到信那一顿饭就吃不下。要如果要看信的话，就得把那顿饭吃了再看，如果把信看了就吃不下饭了。 你要努力学习哈。哎，你不别说，你还不如你把考级学校出来了，我凭我二本还有种用点儿，那去啷个噻？三本也达不到多少光噻。就是啊。当老子当到大了，我就没得问题。你娃他还读书吗？是哦。你班上我们那个课都五名嘛，就上眼了还考到三名。六名那会。哦，六名了。哦。五名。他说老师五名。其实我这是希望我力求我怎样努力学习。总的一句话说的还是希望努力学习。 你看爸爸妈妈这都在辛苦，都没得好屋檐眼，还比较苦，是不是嘛？在外面肯定挣钱，你只能打电话，只能说约处的。很多地方说没在家，两个人是管得到的。他说爸爸读的书也比你还要少，有很多事情想得到也说不出来。说的，尽量为你的自己的学习着想，是吧？希望你妈妈将来嘛能够出人头地就好了噻。 有好的学习环境了，这爸爸现在也无能为力。只能说在经济方面，只能说多挣一点钱支持你们，千万就不要去做那些对你们学习不利的事情。
had really been broken down by Mubarak and the security forces. The revolution is still not finished.